不知道它干什么用的，所以我一直没拿来用。哎、欸，啊那个嘞，放上去吗？你的武器放上去了。阿纪，嗯，男主箱先扔给你。哇，有没有更像了？男主箱，他怎么有点邪邪的啊？邪门吗？不能插啊，三重火把都不能插。他是那个还要衍生上去的火把放置器。好像也是乱插你火把的东西。不要我那三炷香，真的变灵堂了啦。哇，而且你工作台是放反的哦，这样放才有纸哎，动到那个哦，没关系啊，这样。不要啦，我走去等人家放好了。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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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换，我们去他们家放。放他乌斯塔好还是放家里好？把这个波带走，波带走。窗帘呢？你的窗帘？啊，你的窗帘、啊？还是再做一个啊？你想留？当然是直接给他了，我不要这个东西啊！有白色蜡烛吗？白色蜡烛不知道哎、欸，找找看。有，我记得有蜡烛，可是现在我们能做吗？蜂蜡跟线。蜂蜡我那边应该有。哎、欸，这水蜡烛也太棒了吧！提升附近怪物生成几率，生物生成率，都不是那个哪边的游戏对吗？泰拉瑞亚。哎呀，你有风蜡吗？应该有吧，回去看一下。不发喽，防乌斯塔了没有啊？看他就要去哪里。我来我家。风蜡吗？看一下啊，蜂蜜滴，哇，我们家怎么变这样的？传亚素是我种的，我还想放蜘蛛网欸，他说你太久没上线了，都直接接蜘蛛网了。那把家哪边改定？这边好了，我觉得这边三乘三刚好、欸。三个比较适合，三炷香放地板，然后啊歪了，哎呀，哎呀，整个墙打掉了，结果窗帘没掉，你不能拿斧头打啦。他家是木头的，打掉就整个没了。哎、欸，啊，东西有没吸到、欸？有些被你吸走了。我没有吸到、欸，哎，不知道我这，嗯，是原木还是木头？木材吧。要不要先进来啊？哦，我到里面，到里面。在楼下。我没有吸到、欸，哎，他木栅栏嘞。没有啊，啊你金币开起来吸看看啊！拿到了！这样子放吗？哎，有了！对了！哎、欸，之前有团团的头颅吗？没有。
不要啦，不要放等等头了，这不吉利啦，那不吉利不就好了啦？歪了啊！怎么歪了？所以我们没封蜡，对不对？哎呦，哎呦！你看你的封蜡是要哪一个做啊？一个封蜡加一个心就可以做了。魔力，一个封蜡加一个心，我是看到另外一个这个吗？你要做哪另外的吗？我看到魔力油脂又是什么啊？没有、欸。白色蜡烛，白色蜡烛是做三个油脂，魔力油脂。我那里是有风，应该有啦，可是没有很多。多一个会有四个。哎，我下来了。他是什么模组的啊？哎，你看一下他蓝色字是写什么 ？PAN， 然后一撇 S。哦，食物模组的。这是干嘛？这个啊、哦。嗯、在搞什么？食物，植物放那个工作台上，植物放工作台上啊！工作台，对。他这个蜂蜡跟我的蜂蜡不太一样，不知道能不能做回去试试看。开到几点？快关了。他有两个铁吗？就在楼下是不是？有。给他寄，他寄。哎、欸，不要放桌上，用盘子装。好好好，对，可是。哦哦，贴给你，我丢。他是想，你可以放桌上吗？好像不能放哎、欸。啊，没有。你先把它合一合，然后放在那个工作台上面。它可以放鸡。可以盒子。对，鸡熟鸡肉、熟猪排、熟鱼排，然后你放工作台里面。那个桌子好像有那个，也不是啊，没有，你放工作台里面就好。我放工作里面，对，羊排不能放，苹果可以吗？不行，牛排可以。我回去拿蜘蛛网。不行，苹果不行。哎呦呦呀！我被自己害死。怪，纸可以染成黄色吗？不想看吧。恐怖解谜哦，长蜘蛛网啊，所以纸可以染成黄色吗？应该不行吧？看一下有没有配啊，地图是黄色的。这有办法丢的满地都是的感觉吗？哎、欸，你丢在那个啊，他的祭坛上啊。哇！哎、欸，有羊皮纸，只是要那个星辉合成台。是
新会合子，那个要那个捷克那边的，还要回去了，这里不干我的事，我要跑了。好喽，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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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去个去个，欧弟欧，搞嘞！感谢雅雅兄弟。锤子要115万才会升级，锤子就很夸张啊！115万，我看一下我原本那个坏掉的稿子。看一下这一把，哦，他才大师而已。这里会漏，哦好。好啦，我对要记录档会说明一切。不会啦，他不会来看啦。我 B 有 I O 有盘子可以放。飞机。这一集这个记录档就不上传了。蛮好啊，很多人看哎、欸。你就最后面这一段剪出来就好啦。有。花圈有花圈哦，花圈，这题为什么模组会有这东西啦？你有花圈啊？有这些东西是正常，只是我们用法很奇怪。对啊，你不太正常吧？游戏里面要多这个功能要干嘛？那花圈你可以戴在头上或脖子上啊。哦，对啊，哦、你想到什么东西东西去了？我以为是真的是拿来用在这个地方用的花圈。哎呦，只是我们用法比较特别吗？哎、欸，可以合火花哎、欸，它样子好像鬼火。它只要粉色的那个神秘花瓣，两个烈焰粉一个精力就好了、欸。今天在场的东西，大家自己看完就都不要收出去啦、啊。要叫糖糖看啊，有的没的啊，这是我们大家的秘密哦。我猜他现在讲已经来不及，一定有人去告密了。搞不好已经有人去告密了，好不好？他现在还在开吗？啊、他现在应该不知道，刚刚说十点就要关，应该是去露营之类的吧？可能。那我做一下这个火花好了，花瓣、烟粉、地、花瓣、烟粉。没事。哦，这电线早就断了。原来你的电线本来就没有接起来。对啊，有些我现在拆开才发现，有些根本就早就断掉的。但是自己有损坏吗？还是你没接到？128，哎，128应该不会爆啊，除非有电压过高啊才会爆。稍早有打一些，你用到现在的，看一下，拿回，到时候就要改位置了。哦，看完要消除记忆，没错没错。Life Drive 制作火花，协助传送魔力。看到我们用途应该不是传送魔力。
在做解谜地图给铲铲玩。皮革。搞不好这一次的记录档是有史以来最多人看的。哎、欸，连团团自己都看一遍，到底是哪几个弄的？他直接跑过来看，错了，很像是不是？有没有透明的展示框啊？这样看起来会更像。好了，我不干我的事了。还有什么？哎、欸，对呢，有莲花哎、欸。我的黑暗莲，我的什么黑莲花？黑莲花？对啊，之前我这边有踩到黑莲花，然后小雨说那个是他的东西，就拿过去给他了。黑莲花有两种，有一种是附魔植物魔法的，一种是另外的。啊？开箱子开到，开到。大王花，哎呦，有 ，right。繁星看聊天室，哦，火花可以放出来哦，好，感谢感谢感谢。好啦，不用抖内，不用抖内，我看到了，不用抖内了，不用抖内了。按右键，按。火花放出来或，按 Q 吗 ？Q 出去吗？没有啊，感觉会不见。Shift Ctrl Auto 不见不见，又骗我了。嗯，按 P P 是什么？我 P 有改按键欸。哦呦， P 是干嘛的啊？好屌。1 2 3 4 5 6，不要，好后悔了。我可以对着边 P 吗？哦，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来团团家。等一下。嗯。那石头看起来不太一样啊！这压错石头。哇。干嘞。P 四龙科技的快点键，那个是放出来啊！还好还好，刚刚没有人冲动抖那下来。你看桌上，桌上，哦，彩虹尼亚，彩虹龙科技的。要不要多做几个出来啊？欸，你说屋顶上也放一些吗？可是它只能放在方块上面，所以它是其实放在这个上面的。它放在盆子上面啊。像如果放工作台上面，就是会粘住，要有线那种东西让它浮空。嗯哼。那如果下面打掉的话，它会弹起来吗？这个东西吗？没有。所以可以这样子。
太大嘎，你那后面小的就要拿起来。对啊。哇啊！这个烟哇，精心设计耶！哎、欸，越来越多空间了。对啊，擦蜡烛。下面放东西吗？还是怎样？为什么有那个会亮？哦，它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火花。啊、哦，哎、欸，然后你就是。东西按 P 就可以直接放地上，像刚刚这个盘子，观众跟我讲说放按 P 就可以直接放上去。哦，按 P 有没有？哦，哎、欸，一整组哦，哇塞，谢谢。我也把你组。哦，按 P 可以哦。哇哦，按 P， 重点是他这个怎么能，他能会拿起来吗？哎、欸，他要把左键吧？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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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越来越像。这幅应该没有侦测方块记录吧？哎、欸，有啦，但是。通常不会去看的、啊，对啦，通常不会看，他应该也不知道怎么看的、啊。走了，能看的应该只有伺服端那边吧。我要把经验值一次。好，这个按住 Shift 加右键可以全部吃光。哦，可以这样子哦。对啊。哦。你们现在是在怂恿我再去做坏事哦？可以 P 在墙上，好，我试试看。可以 P 在墙上？为什么玩 P？ 玩你的那快进是有在另外设定过吗？我没有设定过，你是不是冲到了？我不知道，我按 P 没反应。对，我可以耶。可以。学音乐是不是？那是不是要用一个那个红石机关走进门会有播那个音乐唱片机这样子？你好棒哦！哇、欸！鬼点是你，鬼点你们这些人最会。对啊，你们谁？他们我。他们。加个垫子，莲花可以送。我没有莲花，莲花做不出来啊。哦，有黑莲花，我家有。蓝色可以动啊，那可以放地板吗？我没有龙石啊，这个要龙石啊，龙石拿货的。黑莲花放用 P 耶，用 P, 用 P 可以。你们放好开心哦、喔，蛮像的。还两颗，爸我没有了，我送给小雨。哎、欸，等一下，等，我去他家。电子花车，你们太夸张了。哎、欸，有荧光棒啊，我记得。可以贴墙上啊，它可以贴墙上。分开两个，贴墙上哦。重点是它地板那边都有东西占据了。哦、不然就是窗帘往外一格这样子。不能反过来吗？还是要反过来放？还是它固定方向？你木头敲掉嘞？
反过来放。不会掉哎、欸！哇！哎、欸！哇！这样可以悬空嘞！哇！哇！哇！我就不用放荷叶啦。你就这样放好以后，就把它这样子了。不干我的事，不干我的事，不干我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都不知道？反正就这样，就这样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在审判中都没看到啊，什么都没看到啊。嗯。一切所有事情都跟本台无关啊。哎、欸，骷髅头，哎、欸，头颅放地上好可爱啊！它是躺着的哎、真的是 ATM 模组吗？我不知道。对啊，这样说工具不坏啊，就看使用的人怎么使用它。对啊，我们使用的很好啊。就物尽其用。对啊，你看多么。不过单调的不是单调啊，没人想到的方法，我们想到哪来用啊？最和谐有没有？有墓碑。嗯，为什么整人的时候就观众那么多？有方尖碑啦，没墓碑啦。大家都喜欢看整人。对啊，只看整人。你们这样怎么烫哦？没有棺材啊？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好啦，够了，够了，够了。这就证明了人性本坏。看你交了什么朋友。那睡觉的晚安喽。克苏鲁雕像，哇，卢格斯腐肉，一堆乱麻东西。哎，对，有人知道这个雕像到底是冲啥回的吗？一间挖到的。一个好像抱着内内的女生，嗯啊，真的啊，其实就有点像水箭龟啦。水箭龟干嘛的？通通叫的也太凄惨。体谅他一下，就是叫人家是那个高飞，你知道吗？啊，呼呼呼呼，那个，我要开到几点？我要关啦。闹一闹闹到现在，啊，找到了！我知道，关键字摆很久了，只刚刚玩过头了，玩疯了。
方块可以切成薄薄一片，这个长方形就这样了。要啦，这个东西玩一玩就好了，不要那么认真。嗯，太认真不好，太认真不好。对啊，有。其实杰克有这个星辉的会发亮，要怎么拿掉？因为烽火台拆掉，它又定位在这里。好像因素在走